继续来看台中、台里、台平路、甲国光路口，那骑机车要倒挂，都要做两届。不过即马天气是愈来愈热，民众在咧灌溉，即倒挂都要等甲要三分钟。高雄桥即马是顺即个民意限制伫即个路口，你若要直接倒挂，也是做两届挂拢会使。骑机车无想要搁再等，牵车直接行斑马线过路。台中市大里区大平路想要倒挂国光路，依规定要两段式倒挂。只不过，离峰时间平均要等待两分半钟。大日头下33度的高温，民众实在是急要冻袂掉了。会，这个路口等很久，对。大概要等多久？30-40秒以上吧。你看这个路口的红绿灯，至少看现在至少就90秒，就1分半了。那你再待转的话，你光一个红绿灯，你为了要左转过去，你大概就要花掉2分多的时间。其实，蛮热的。台面路国光路口采取青灯轮候通行，当地里长认为无其他的车流干扰，机车应该会使提早行内线车道，直接倒外国光路。相隔650公尺的东营路，机车就会使直接倒外国光路，无需要等待。同款倒外国光路，所有两种标准，可以收到真多的民怨。我在地人吼，我这条台面路是我的梦魇啊，我唔敢行这条。你若伫遮咧等两分半钟是属事实的。你若阿搭二摆，凡是你等5分钟，第三届红车灯才我就过。那后续公所那边会针对大明路上面的车道去做一个调整，然后还有把相关的牌面去做一个移除，相关的两段式左转的牌面去做一个移除，然后并保留那个待转格。台中市交通局表示，采取车灯轮候路口，主要是看车流量、车道数，还有当地大型车有坐无来决定。台面国光路口确实有改进的空间，目前会中心规划车道，基督两大色倒挂的标志，而且保留单挂区，提供骑机车的人两种倒挂的方式，后续会由区公所来执行调整的工程。记者台中报道。